12月9日，泛娱乐移动互联平台太阳 Live 正式宣告上线，发起人孙冕携李亚鹏、胡军、陈明、杨锦麟等众多圈内好友到场助阵。据发起人孙冕先生介绍，太阳 Live 是一个全新的基于互联网的明星的家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明星所有作品动态及新闻报道等，明星则可以通过平台发布动态与粉丝轻松互动。其次，太阳 Live 独创的以全明星视频直播为内容核心的明星粉丝在线交互模式，以吸引诸多明星签约入驻，同时多档自制栏目也同步上线。当天李亚鹏便是携大型公益纪录片《百星百将》而来，不知道他对太阳 Live 有何看法呢？我觉得太阳 Live 的这个，虽然今天是直播平台泛滥的一个时代，但是像太阳 Live 这样以正能量为一个鲜明的一个传播思想或者主题的一个直播平台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，所以我这是非常值得推广的一件事情。据悉，系列纪录片《百星百将》由李亚鹏和孙冕共同发起，这部纪录片将由100位明星联合100位技艺传承人来共同拍摄完成。李亚鹏表示，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影响观众对文化传承的关注。目前由李亚鹏参与的第一部已经拍摄完成，影片将会在太阳 Live 上线。不知道除了节目之外，李亚鹏会不会亲自去平台参与直播呢？坦白讲，我想我还是去做一些我更能够发挥我价值的事情。从直播的角度来讲，应该是就像你说的，这些年轻的新的影响力非常大的艺人们应该去做的事儿。像我属于下岗明星，我去做我自身有更有价值的事情。